发财花姐，新年行大运啊，家姐！恭喜你咧，牛年系财源广众，继续大把生意，大把客。哇，好啊！因为咧，我见到花姐啊，好多广告啊，入边咧，你简直系演技大爆发啦！所以我先问一条问题，会唔会喺牛年你演而周，你演而优则唱咧？花姐会唔会喺牛年加入乐坛呢？我唔够胆啊！点解我唔够胆？我觉得如果我出歌咧，我就会攞新人奖，咁啊 Eden 同埋肥仔就冇得争，咁我又唔想咯。喂，你知唔知道咧？我哋可能因为太多新人嘅关系，我哋分翻三个 category 啊，即系男歌手、女歌手同埋组合，所以你应该同阿 Eden 嗰啲咧系分 cat 嘅。哦，咁系咪参加？我考虑下。我考虑一下，我找只 K-pop 即系快歌做跳唱歌手。好嘢喎！而家排定舞未先？我要找肥仔帮我排。喂，咁即系花姐系有意加入乐坛嘅吓？哦，唔系啊，讲笑咋，唔好讲喂，新嘅一年咧，其实 Mira 或者 Era 会唔会已经约咗你去你屋企度拜年噶？其实由我两年前我识佢开始，我已经同咗佢哋十六个讲咧，我系拒绝佢哋嚟我屋企嘅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有洁癖的，我不喜欢 有其他人去我家的厕所啊。不喜欢有男人进来是不是？是啊，不准啊。但是 我会希望可以即是他们趁新年的时候休息啦，休息几天啦，跟住希望即过完个新年之后我们就有机会聚一聚，一起吃下好食个团年饭咯。或者开年饭咁样啦。开年饭咁样咯，是啊。嗱，有 Mira 有 Era 咁样十六个仔仔喺度。其实会不会各自跟他们讲一些贺年的祝福语呢？定是一句包晒你们全部都啱用的这样一句 OK 的啦。一句 OK 的啦。是啊。没有 Taylor May 那些的吗？Taylor May 我通常我的习惯呢就是我会一视同仁，有这么多的，跟着我们只是有些见面，跟着我就会自己再赠他们几句，但是我通常初一的 message 一定是一视同仁的了。哦，即是 copy and paste 这样的咯，快嘛。定在你们本身的 group 上 send 出去，你们收啦，这样。是的，自己 copy and paste 自己的 group, 自己的那里啦。其实我都很佩服你啊，因为十六个呢都有不同的性格、不同的特色啦。你怎能够一视同仁呢？是不是其实不多不少都有少少偏心的？如果出面的人看就我会 用偏心的形容我。但其实我自己看自己就是我真的用不同的方法去照顾不同的成员啫，即系有一啲成员，譬如Lockman 啊、Elton 嗰啲大个仔，其实佢都唔想个妈日日烦住佢嘅，咁我可能我就会咁我就少啲照顾，咁跟住譬如可能姜涛啊、Ian 啊、Eden 嗰啲，即系要人照顾啲嘅，咁我就会成日帮佢哋，成日爱佢哋，咁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偏心嗰边。哦，系咩？姜涛同 Eden 系最需要人照顾噶。姜涛咧，佢表面上唔需要人照顾，但系咧，其实你要成日提自己啲嘢嘅。哦，我哋呢啲姐姐听到就好开心啦。等姐姐嚟照顾你咁样，得唔得？我谂你照顾一两日之后，你就会后悔讲呢句话。咁 Eden 咧 ？Eden 就系咧啡咯，所以你要提住你，唔好咧啡，唔好摁脚，唔准讲啲太即系佢成嗰啲屎尿屁嗰啲新年流流都唔想听啦，系嘛？咁就提住呢啲咯，咁跟住。可能有啲就好大头虾嘅，即系有时 Anthony 都大头虾噶嘛。咁嗰啲就可能要系咯，成日都黐住，哇！你要带乜嘢？你唔可以你一定要准时交货咁嗰啲，成日要提住佢咯。喂，咁反而最独立唔使你担心嘅又系边个咧？独立唔使我担心，其实Lockman 系好独立嘅，最独立嘅，我觉得咁跟住仲有。肥仔啊，嗰啲Era 甚至 Era 都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嘅，成日係啊。佢哋有試過啊，上嚟訪問嘅時候啊，話你唔理佢啊，要佢哋自己眾籌去揾錢嚟拍 MV 啊。跟住我而家咧，我話嚟緊嗰年我照顧佢哋，佢哋又驚啦，或者你唔好煩我啦，你等我自己嚟啦咁樣。神又係佢哋，鬼又係佢哋，係咪？真係唔使爭嘅。咁喺佢哋十六個入邊咧，有冇一啲真係可以幫輕你，或者幫你照顧下姜圖啊，或者 Eden 啦咁嘅咧？Jeremy 咯 ，Jeremy 係好照顧嘅，即係專門佢係
我哋成日话佢姐姐嚟嘅，点样可以照顾啲起居饮食啊？系咪妈？你今日需要啲乜嘢啊？咁样系啊，佢负责。咁啊 ，Sandy 都好识照顾佢啲即系小啲小细 小朋友啲兄弟嘅。啊 ，Sandy 系咯，吓。咁佢哋其实各自会唔会都有窝心嘅新年贺词咁样text 你噶？系咪窝心咧？就见仁见智啦。即系我谂佢哋都系咁啊，即系话难得放假，即系瞓晏啲啦，咁样。我想身體健康是我收得最多的咯，係啦，即係佢哋都會擔心我近排食得太多零食啊，好肥啊，注重下身體啊咁咯。OK， 咁最後啦，即係多謝曬阿花姐你嘅時間啦。如果要恭賀樂壇喺牛年一句揮春，你會送俾樂壇一個乜嘢嘅揮春呢？我希望牛年嘅樂壇可以百花齊放，係啊，可以希望聽眾可以喺嚟緊一年聽到唔同嘅音樂。啊，咁嚟緊 Mira 同埋 Era 嘅發展，又可唔可以預告俾我哋測測我咪聽咧？我仍然希望 Mira Era 可以喺五月六月可以開到佢哋自己嘅 show 嘅。咁好希望呢個疫情可以快啲過，令到我可以開到 show 啦。咁跟住我哋會繼續出歌嘅。即係嚟緊，我哋將會不停咁每個月係咁用唔同嘅歌轟炸觀眾，希望大家可以聽到我哋嘅歌多啲。喂，我成日想問個問題咧，點解佢哋咁多精力同埋咁多時間嘅？請問 Mira 同埋 Era 嘅成員一日係瞓幾多個鐘嘅咧，花姐？佢哋我想四五個鐘都有嘅。哇，好慘！咁但係企業時間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对他们太衰，我很想不停地叫他们做事啊，就是 keep 住那种 energy、啊。我看到啊，人家真的不用睡的，你真的恃着人家后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做了。现在要努力的，是努力的时间啊。那花姐你自己呢，你自己一天睡多少个钟？我想我都是我有三四个钟的，就是正常都有三四个钟睡的。嗯。是啊，就是有时我未必要做到好东西的，但是通常我就算早回家我都很希望。可以即系谂下啊，究竟啊 Mira Era 嚟紧嗰年做啲乜嘢啊？有啲咩计划，我都会谂好多呢啲，咁搞到啲三四。好佩服你啊！咁鼠年你哋嘅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啦。我反而就想问啊，咁有冇一啲啊花姐真系觉得喺鼠年我都系未满意嘅地方啊？未满意嘅地方，我自己觉得，譬如我觉得 Era 上一年嘅歌未出得够。多嘅，即係我覺得其實可以喺數量方面可以再出多一隻兩隻，可以令到佢嘅音樂更加俾人知道。啊 ，Era 唔係淨係搞笑嘅，其實佢歌嘅質素都 OK 嘅。Okay. 所以我覺得 Era 係未夠嘅音樂方面，但係唔係佢哋問題，係我可能即係我未有時間俾佢哋做更多嘅歌啦。咁 Mira， 我覺得我呢、這個我好希望。嚟緊，即係我覺得上一年佢哋可能出咗好多歌，大家都可能好認同佢哋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，其實喺唱歌嘅實力，佢哋係仲要加倍努力嘅。咁所以我會繼續唔理大家話我係咪變態，我都繼續逼迫佢哋。希望佢哋嚟緊，大家會聽佢哋唱歌方面有更多嘅進步啦。OK， 好忠肯啊！多謝曬你花姐，咁啊真心嘅。多謝花姐。希望花姐同埋 Era、Mira 大家都身體健康，多啲魄力，俾多啲好音樂俾大家，好冇？係啊，你都係。多謝貴子。哇，係，唔知點接你呢一句添。好啦，多謝曬花姐，恭喜發財，拜拜。拜拜。